那是谁先谁拍？对呀、啊，谁大爷拍？不是大爷我拍，不是我先拍。好了好了，二位先摔萝卜。二位说，那大爷就在那边了，小雨咱在这边呗。稍等，我们把门关上。咱们就是为什么要做这道菜，是吧？哎，好。刚才我跟小雨说啊，来三好了，二三二开始。小雨，哎，你看这道菜有点稀奇，哎，你看没有正经的，好像不是正经料，嗯，你知道为什么吗？为什么呀？上次啊，大爷做了一个，就是叫什么蘸水羊肉，但是这蘸水羊肉呢，这羊棒骨给卸下来了，它带骨头啊。嗯。二伯今天来啊，发现了这个小秘密。嗯。我们老胖骨是本着节约啊。嗯。充分利用下脚料，不浪费各种原材料。嗯。二伯把这羊棒骨给看见了。啊，我还看见东西，大爷啊，鸡架子也在里边。嘿。大爷都这是上次您做这个栗子烧鸡啊，对，栗子烧鸡跳舞的鸡啊，这不是我一人烧的啊，咱俩烧的，对，是不是？然后我看着剩下这个鸡架子还有羊棒骨，这就是废料啊啊，但是我们是怎么让它做出一个美味的东西啊，嗯，美味的菜肴啊。你看啊，小雨看这锅没有，嗯，你看这个棒骨刚从这锅里捞出来，嗯，你看这多浑，这汤，这汤多浑啊！看现在看羊汤，羊汤和鸡汤，嗯，你看啊，把它做成国宴水平，你看，啊，哎，这回咱们给做，二伯这个萝卜您怎么处理？哎呀，你看，咱们先烤边，对，先烤边是吧？鸡骨的烤边，对，这个鸡腻得烤边，烤边是不是？主角上来了，哎呀，你看啊，我们来一个，是不是？为什么这么做？大爷，您看啊。哎，这个哈，嘿，你看啊，哇，你瞧瞧，哎呦，嘿，哎呦，这样摔它有什么好处在，你知道吗？哎，没有锅边，这样呢，你看它更容易入味儿。这个行了之后，你看啊，到时候拿刀顺那纹吧，这叫劈柴块，撬，分它，它一分一剔就行了。弄完了，你看，搁这里头。羊汤，这为什么要这么切？嘿，这最大的好处什么呀？一个入味儿，再一个，比如说夫妻吵架了，嗯，心里不痛快，不能砸东西。嗯，哎，把萝卜和把这解解恨啊，把这菜也做了，可以，哎，一会儿心情那个也开心了，开心了，也愉悦了，这，嗯，菜也出来了。嗯，大爷这也是笨了啊，他也采取笨的方法，你看没有？这为了跟他配套，够了。哦，哎，要点颜色，够点颜色。这鸡肉啊，这上次啊，二伯做那个栗子鸡的时候，特别留了一点鸡肉，嗯，哎，给它炸成鸡蓉。黄酒，胡椒粉，对，盐。上次啊，大爷做了一个蘸水羊肉，这羊棒骨给卸下来了，充分利用下脚料，不浪费各种原材料。这个棒骨刚从这锅里捞出来，嗯，有鸡肉，有羊肉，嗯，你看这多浑，这汤，这汤多浑啊！炸好的鸡蓉，一会儿这汤就变成清的了。嗯，你看这羊棒骨上面炖肉，嗯，再把肉去，再拿下来。嗯，肉都炖好了。哇，你看这汤，你看啊。锅再滚，你还可以吃第三点，都可以。哇，这变清了。其实网友要想学这个清汤啊，嗯，我们在以往的鸡豆花这个汤诠释的也非常详细了啊。这个汤呢，我们就不贴油了，带点油它好，也就香，它有香气味，是吧？嗯。羊棒骨、当归炖萝卜，关键点是在当归。嗯。当归和羊肉是绝配。搁这里边搁点儿，这个当归呢不能搁得太多，嗯，也不能搁得太老了，这个味儿太重了，喝起来就跟药汤子似的了，嗯，所以呢在最后再放一看，放这儿一放，嗯，这里边呢也放了两片儿，啊，嗯，你看能看得见。这萝卜一般要煮多长时间？煮一个挺大的。你看这汤啊，能见底儿了，能见底儿了。现在我把这个料啊给它捞出来。沉底儿之后就捞出来，捞完以后呢，这个汤就更干净了。这萝卜煮了十分钟，已经煮烂乎了。嗯，你看，一透亮了。哎，搁在碗底儿，这垫底儿了啊。其实这个二伯这道菜从哪儿来的呢？
新疆有一个缸子肉，但是我们这里边缺了一点东西，缺一个那叫什么坎麻菇，是另外的一种萝卜，那个萝卜炖出来也特别好。这个是在把那个沾点肉。好，二哥，你赶紧追汁吧，我们已经快出菜了。看一看啊，其实很简单啊，香菜、小米辣、小米辣、香葱、香葱，你看啊，豉油，豉油很简单，这个，哎，放点盐，放点糖，二位啊，快乐油没放点？快乐油对，快乐油啊，好，好吧，这是你的名字。下点料的原料，做出一锅完美的大菜，非常高档啊。喝完这碗汤，你跑到这个。京城高速跑出20里，嗯，你保证冒汗，冒汗，冒汗。啊，今天啊，我和二白精美的合作，闻着就香，肯定好吃。谢谢大爷，别别，我待会儿，我待会儿。大爷说了，闻香起舞，闻香我一会儿我就不用跑这个哪儿了，京城高速了，嗯，我直接开车就奔顺义了。您不跑到顺义吗？啊，对，开车去。看啊，我给你教你怎么吃啊。哎，汤要喝热汤。嗯。汤的好，就是一口香。嗯。这时候怎么办？这是来点下一步啊。嗯，下一步。来点汤，来点汁。哎，别说来点蘸点萝卜，蘸点汁就吃上了。又是一个味道。哟，第二种了。嗯。变口味。嗯。第二口味，巨香。这个菜就是经典，就是汤。这菜是经典中那么经典，你从内到外散发的热情和青春的气息。我们好好做菜，你们好好吃饭。关注老饭骨，吃饭不含糊。您的嘴上有一个白片片。这萝卜摔在脸上了，我给您拿的纸，摔脸上了。哎，这萝卜摔在脸上了。不要这点心，您等会儿我给您擦了。怎么这么不会说话呀、啊？特别帅，不是，就干这点心，他们真的在您拍摄过程中影响您。你待会儿啊，你说我摔萝卜就完了。不是，这就是什么呀？这就是俗人嫉妒您的美貌。您请。快点，整毛巾，要不然做不了了，大爷你。您想展示什么绝技？摔萝卜吗？对，摔萝卜。二班有摔萝卜，摔萝卜。大爷，到我们俩一合璧，把这个下脚料。哎，我们俩就插个座，这边青肉汤，我们一边摔个萝卜，这边再调个汁，要齐活。真棒。